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电视机面前，诸位菩萨，阿弥陀佛。今仔日继续来甲各位来分享到一个故事，叫做“食肉无法度往生”。有一位五十几岁妇女，伊嘛信仰三宝。啊，念佛嘛，足侪年诶。但是咧，伊有来得着这个糖尿病，一个法师啊，亲近的法师就甲伊讲，伊讲吼，因为你杀业啊，伤过重。啊，伊讲哦，伊自细汉哦，都真无胆呢，连迄。这些糖啊，伊都拢唔敢抬呢。啊，这个法师啊，都甲问啦，问啊，你是不是去海，常常去海边啊，去食海虾呢？伊煞戆去呢，用连这款代志哈，伊哪会知呢？啊，就是哦，伊有一个查某囝，和公司派去日本几啊年。因这个查某囝嘛友好啦，每年哦，拢会来接伊去日本，啊来住正个月啊。啊因，因为伊自己啊无食肉，啊查某囝每礼拜啊拢会开车载去海边去食海产，伊是无食肉，但是去食海产，而且服务生啦那。上岛哦，上来这个海花，拢是用落去吹啊，吹好熟安尼。啊嘛，唔是伊家己落去抬啦，伊是安尼甲这个法师讲，啊，这法师都甲讲安尼，伊讲这海虾吼，是因为人客要食，所以都这个中破塞。甲家己送去吹，你爱记哩哦。这个代志啊，嘛是因为人客要食，所以这个孝嘛算伫个人客身上。啊，法师佫讲，用食过所有的这个动物啊，虽然讲你是用钱去买，哎，冷冻的，也是讲已经做好，会使食的这食物。拢是算杀业，因为如果食的人少了后，啊，这自然啊，胎就少啊。所以讲，不论什么情形，那食动物的肉，就是算杀业。我这个法师在甲讲的时阵啊，发到伊啊，心好亲像还佫有一点啊疑问啦，都进一步。就该讲，讲有个人啦，太过真济啊，即生物，甚至从事啊杀生的工作，有个人哦，放鸭啦，白平鸭啦，啊有太猪啦，有太牛啦，啊太鱼啦，啊特别羊肉啦，卖牛肉啦，种种即。这种容易，
甲杀生有关系工作。但是咧，伫伊目前虽然是讲啊，佫有身体啊真健康咧，真趁钱咧。但是有个人哦，敢若太过一种某种动物，也是讲去食着某种的肉了后，哦，那这个病啊，都来甲找着啊。哦，这就是讲了解每一个人的精神，甲这个咱一世人所累积的这个业力，甲福报无同款。比如讲，有个人每日啊，拢有法度啉一罐的酒，而且呢，逐工啉，在这短时间内底，伊无代志呢。但是有个人呢，敢若啉一嘴酒，甚至比如啊啉一嘴，哇，一啉就醉。就是每一个人哦，而这个酒量啊，无同款。就是讲一种无好的这个习惯，对人啊造成的伤害，只是早甲晚而已，娘娘呢。啉烧酒啉久的人，尤其是啉迄烈酒、高酒，迄啉久，肝拢会烧起、歹起。我进前拢去台北，伫化街，还有熟识因一挂做重要的诶生意人，我拢嘛甲伊开讲的时阵，因为着爱交陪应酬啊。有诶伫南部来的，去咧台北的這個，诶，即个某一乡，也是讲因的客户，啊，因都爱招待因去，招待去暗时去食饭啦，食饭哦，啊，着散啉一下，散啉就是拢专是啉迄高粱的啦，高粱啊讲上好啊，啉了讲哦精神会好，啊，着啉落去安尼，啊，啉落去，因为着身体啊，同款啊。解酒解毒的嘛是安尼食，何必呢？啊嘛是有人安尼，哦，见酒就兴，啊无啉会艰苦啊。迄酒吼，那伫酒瓶啊内底，拢未作怪，啊那入面个腹肚内底吼，乌白肿。安尼，有个人为着爱啉烧酒，肝歹去，胃歹去。无食饭讲无要紧，无啉烧酒讲真艰苦安尼。作侪啦，即款个习惯，也大家为着身体也是要注意。啊，为着有个人贪着这个口腹，一只欲望，哇！而且呢，就安尼来叫人来掠这个动物啦、啊，为伊来设想。抓到各种伊想要食的山产啦、啊、海产啦、啊，啊，即马抓来，哇，啊，都料理咯，用炊啦，啊，有诶，都甲用煎诶啦，有诶咧，甚至安尼，啊，鱼啊，甲煎一半，啊，互伊嘴端夹咧夹咧，哇，看落实在是足痛苦诶，但是因讲安尼真好啊，啊，有迄鹅来用迄个鹅哩带用铁片下骹来甲创个烧。啊！即马烧的时阵哦，啊鹅就伫遐跳来跳去，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安尼，跳来跳去的时阵，伊个血全全部拢伫个这个脚下，啊，再来脚来个剁起来，啊，再来加工好，迄营养上好安尼，无所不用其极啦。为着一点的口福，啊，就来将别人的性命，将家己的快乐，拢建立在别人的痛苦内底。虽然讲因是动物，但是。天有好生之德啊，咱何必如此来共对待呢？啊，就这款啊，这尼安尼，从看落足痛苦，而这个美，咱看是足痛苦，但是因爱食的人讲，吼、哦，这都是美味啦，这天生美味啦，啊，我到了改掉着我心目中哦，想要食老想落老脆烂，而这个好食的物件。唔知影讲哦，在这个当中啊，伊已经是哦病从口入咯。
就是病这个业报，吃落去的也来得啊。和尚哦，这个老和尚哦，佮讲哦，伊讲，恁厝的吼，是毋是有一个铜锣做，而这个古风古早的这个香炉呢？哦，啊，伊就讲，有嘞，有嘞，有嘞。啊，煞感觉讲真惊奇呢。哇，这个老和尚哪会知啊嘞？伊讲，你家藏伫倒位呢？伊讲吼，我有甲藏伫这个阮家的这个，这个阳台遐啦。老和尚讲，你个赶紧家找出来，甲洗好清气。咱凡是强过佛的物件，如果咱若是无要用，咱应该家妥善啊，家处理好，家洗好清气，啊用清气纸甲包咧，用好的清气布甲包起来，啊甲藏咧，啊唔好甲普通的物件藏做伙。或者是讲，咱若无要用，啊，咱就甲转送予别人，袂使随便藏，安这无恭敬。伫这个所在，哦，我嘛是啊，来甲各位看着电视机，啊，这个书籍，这个台德，咱若供佛的花，千千万万，莫搁打过，咱来甲伊藏好。甲藏个无人搭个所在，啊，若是要单调咧，咱嘛是要甲伊堆好，千千万万，莫讲摕起来，啊，着凊彩藏个边啊，啊，人来底下搭过，动物搭过，即拢无恭敬哦，即拢因为供佛个物件，咱袂使私底下去摕来用，是碗啦，啊，是讲其他个器具，咱爱好好甲伊保存咧。这就是对三宝的恭敬，而且老和尚，伊就甲这个女菩萨讲，伊讲哦，这两件代志啊，你若知啊唔对了后，你啊赶紧忏悔啊，啊你的病哦，啊对，慢慢来好起来，有法度得到真正的这个健康，而且呢，咱来唔好食吧，爱食素，因为哦。你若食到众生的肉，你过来念佛咧，你的贪欲不断，你的这个无好的习气，你那是无断啊。这个念佛啊，甲你的心啊，都袂相应咯。你若讲过念，搁较久的时间，你哦，我那是无法度去了这个极乐世界呢。哇，这个女菩萨。听到这里师父安尼这样讲解到这个真理后了后，伊也是忽然间呐，伊的这个本性觉醒了，啊，随时接受到老和尚啊对伊的勉励，伊怎啊？这时在佛前啊，自行来顶礼忏悔，发愿忏悔，忏悔到伊过去。因为一时的这个口欲来，甲这众生结了无好缘，认真忏悔。咱每一个在这个人生当中，谁能无过呢？谁能无过错呢？只要你在事项上对佛的恭敬发露忏悔，在你心理上。虔诚的发愿，不再犯过错了。自然而然，你一忏悔了，你的宿世的业障啊，门火加倍，必定会减轻，必定会转你的业报的。那我们念佛，才会有真正的得到一心不乱，没有各种的障碍。在这个地藏经里面，佛祖给我们开示，本来往生者要去清净的所在，但是呢，因的子女啊，若未向来用到这个动物的肉来给拜，啊拜的时阵，
当然啦、啊，这动物灵伊嘛是不欢喜啊，怨气啊，啊对，去算数，算起来算这个数嘛是由这个业力由亡者来承担。原本你要去好的所在，啊伊都爱来承担着因的子女的无知，因为是讲早期的人拢会想讲。啊、我的士大人在生都无咧食肉，是安怎？会无咧食菜咧？是安怎？我即摆来伊出殡的时阵，我来用菜甲拜咧。啊，即阵老一辈观点就是安尼，伊唔知影讲因果一点啊都未，一点啊都未去差别字。你无恁伊要往生去好的所在啊，你搁用肉咧甲拜，自然在心灵会向伊托钵啊。啊，都在这里。小清好了，伊够有法度去到伊的清净的，诶，这个净土。啊，所以讲这个代志，互咱知啊，佛祖咱才明确甲咱指点，伫遮来弘扛着。有看到这电视的所有的菩萨啊，咱的士大人，啊，咱的亲朋好友，还是讲其他的咱所捌的人。那就等到这个代志时，咱拢啊尽量个苛刻，爱用锁来敬，免得和亡者过来打了这无必要的这个业报，啊，可以去个清净，可以好好清净，那么和亡者得到利益，唯有着，卖个众生个结怨咯，可以得到清净。福报，去在伊这个净土。佛祖阿弥陀佛，拢是作慈悲的啊！伊拢要来接引着所有的对有信心、对有愿力，发愿要去伊净土。而所有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这行者，第三十四年来的面顶嘛开始啊，无愿。那要行的话，那虚妄虚寻啊；有行无愿，那不能成就啊。所以讲，只有这个事故来讲到讲，即马阁讲到倒来，有想要去净土的人，好好念佛，清净念佛，一心念佛，是安怎？佛祖开始净土法门，教导咱讲念阿弥陀佛呢？那也不爱讲十方诸佛的名号，拢甲咱开说，啊叫咱念十方诸佛的。原来就是佛祖，因为甲咱讲一尊佛，互咱听的时阵，互你精进，又念阿弥陀佛，而且一心不乱，进入了清净，还有这个净土内底。所以讲，佛祖的原意就是这只。无爱，予咱未杂念，你啊杂念的时，咱的内心就未清净啊。安尼只要是一日佛号，一心意，相继细念，不生起各种的杂念，而且用心的口诵心意念者，如此的进入弥陀的愿海里面。只要你对阿弥陀佛有信心。阿弥陀佛，他的慈悲就来接引我们，得到他的怀抱里面。因为我们在持诵佛号的时候，阿弥陀佛的能量，他的无量光，就一直在加持我们，使我们的本身体内的能量，一直由负面的，因为我们平常杂念太多。妄想太多，各种烦恼太多，我们累积的一些晦气在我们体内，所以我们就会有身体不舒服啦，能量不足啦，种种的。啊，只要我们诚心的念佛，阿弥陀佛无量光的加持，他的无量的能量加持我们。你一念佛的时候，你的体内的能量。一直在转变，一直在转变，一直在转化，转化，转化，转化了，
你就是与阿弥陀佛同等的能量，尤其你把心调整到阿弥陀佛那么慈悲的，以他的愿力再来利益众生，愿众生的离苦，愿众生的得乐，我为众生而在念佛，你的心量与阿弥陀佛的慈悲无二，你就是代表阿弥陀佛。你如此的念佛，你以阿弥陀佛为你心中的这种大愿，你以他的慈悲愿力再来利益一切的众生，你的心专注啊，你的心没有杂念啊，你的心一直的意念着阿弥陀佛，使你的心由烦恼杂念转为清净，你自然而然你会进入弥陀清净的净土里面。这是一个行者持诵佛号，由于他很专注，由于他有慈悲的念头，而进入的活的清净实相的庄严常寂观净土啊，这个他的本念里面，那就进入了你的到达阿弥陀佛九品上品上身，就是如此。所以说我们念佛不只说我们自己清净在念佛而已，我们要调整将阿弥陀佛他的慈悲的念由我们心中流了出来，去关心每一位众生，那你就等同阿弥陀佛了。你等同阿弥陀佛的时候，你的本身的悲愿就与阿弥陀佛同等，你就代表阿弥陀佛。将来你誓言一尽的时候，你就及时进入弥陀的蕴海里面，你就莲佛进入莲包莲花化身，及时上品上身，而呢花开见佛，听到佛陀宣说了无上的正法，使你马上成就啊！就是祝福所有念佛的人，我们要好好的悯因果、守戒律，要慈悲，要行菩提愿，来利益众生。祝福大家所有念佛的行者，祝你们将来都圆满佛道，上品上身，成就菩提。感恩大家，阿弥陀佛。淮海教育基金会感恩各界护法大德及善士们的爱心护持，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及儿童。为了回馈社会，关怀弱势族群，海涛法师慈悲置业自2008年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即积极地协助青海学生弃养学童、中辍生就学、生活及品德教育，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济贫发放、急难救助、老弱病苦、单亲家庭、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以及协助未婚妈妈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以圆满老安少怀，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让社会上的弱势者也都能感受到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淮海教育基金会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族群，累积福慧资粮，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护佑下身心健康、平安吉祥。护持淮海基金会发扬佛陀大慈爱，援助弱势众族群，同离忧患常安乐。护持账号5005-9824 5005-9824，户名淮海教育基金会。
生命电视台南道场举办传授八关斋戒暨佛前大供，恭请湛立法师主法，日期2月9号星期日上午8点半，下午礼拜金刚宝忏暨护生，地点台南道场，地址台南市中西区福联路106号一楼，联络电话0621311112，0621311112。法会现场备有消灾超荐牌位，提供大众填写。生命电视台中港区中心举办传授八关斋戒暨佛前大供，恭请湛德法师主法，日期2月16号星期日上午8点半，下午礼拜慈悲药师宝忏，地点台中港区中心，地址台中市沙鹿区陆丰里新海路83号，联络电话04-2623-9653，04-2623-9653。法会备有消灾超荐牌位，供大众填写。接下来请收看蔬食新鲜派。新鲜派，健康美味好实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欢迎收看今天的蔬食新鲜派。今天我们很高兴再一次邀请到南部颇负盛名的慈香亭餐厅李主厨为我们带来一道比较不一样的菜，它叫红烧狮子头。所以现在我们有请我们的美食达人李师傅。哎，你好师姐，你好，阿弥陀佛。师傅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我所要介绍的这道菜是红烧狮子头。食材：板豆腐、豆包浆、芹菜末、豆薯丁、香菇末、笋片、柳松菇、高丽菜、红萝卜片、青花菜。调味料：素蚝油、冰糖、海盐、酱油、日本酱油、香菇粉、胡椒粉、太白粉水、香油、甘草水、胡椒水、黑醋。红烧狮子头在古代以前，这道菜就